着，宝贝。奶奶让宋婶给你熬的燕窝粥。周宝贝，你背我啊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？你到底喂不喂啊？啊？其实吧，也不是我想吃，是他，这，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事的？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。你。这是上天给我们的礼物。周宝贝。周宝贝。燕窝凉了。来，张嘴。